他们使出真功夫，临危不乱，所以在逆境依然可以继续生存。迪士尼作品《The Finest Hours》，他的功夫在第一二集已经被肯定的了。今次《功夫 Panda》第三集的搞笑伎俩又如何呢？ We'll have two justice platters, please。还有一大班 A 级明星拱照 Coen Brothers 的喜剧《Hail Caesar》，同埋失恋电影《How to Be Single》，星期六晚7:40，星期六首映。